住在这儿啊！哎，行了，任务完成，打道回府了。白芷，白芷，你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冲进去。是是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怎么不见二小姐啊？她人呢？ 你们要是老老实实的回答，我一定有重赏。大小姐问你们话呢，你们竟敢不回答，还不快说，二小姐去哪儿了？不说是吧？给我张嘴，打到她说为止。是。 你说还是不说？住手！未央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出家了？父母安在，作为女儿又如何敢出家呢？只不过是观主说。 心诚则灵，所以我就特意换上了这身衣服，在天尊面前给家人祈福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刚才一直在大殿祈福？那为什么我问他，他怎么都不肯说？他不可能不知道你的行踪吧？未央，
你可别骗我。未央怎么敢骗大姐呢？是未央特地交代过白芷，在我祈福期间不允许有外人打扰。不过白芷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大姐怎么会是外人呢？你不应该瞒着她的。不过大姐向来都仁慈大度，想必一定不会跟一个丫鬟去计较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姐怎么会忽然来这儿啊？你能来祈福，我就不能吗？原来大姐也是过来祈福啊。那不如把我这件衣服给大姐穿上吧。哦，赶路也累了。檀香，我们走。小姐，您去哪儿了？奴婢都快急死了。对不起啊，白芷，我又连累你了。只要小姐平安回来就好。对了，小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我要不穿成这样啊，一定会被李长乐看出破绽来。刚刚我进来之前，在门口看到了他的马车已经停在那里，我就偷偷从后门溜了进来，可还是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没事，小姐不用担心。不过小姐真聪明，这样就能让小姐渡过难关了。哪那么容易抓到我李未央的把柄。不过这个李长乐忽然之间到来，恐怕是来者不善。哎，殿下，您别告诉我您是来祈福的。我来祈福怎么了？如今灾祸四起，我为了灾民，为了大魏祈福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殿下，这祈福什么时候不行啊？您为了灾民那事儿已经好几天没歇着了，这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啊，要好好休息。这样才显得心诚嘛。这位施主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找李姑娘。请问李，我是来祈福的。请。小姐，高阳王殿下来了。哎，未央，未央，你怎么突然变得像只刺猬一样，浑身都是刺儿，让人无法接近啊！在客栈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的。当初我还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我当然可以无忧无虑地面对殿下。可是现在，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您的真实身份，我怎么还敢像以前一样跟您玩闹呢？你为什么不能呢？我永远都是那个为你抚琴的拓跋浚。可是我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安心听您抚琴的李未央了。殿下，哦，长乐小姐啊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早知道我早就来了。刚才二妹是不是惹殿下生气了？二妹自小在乡野长大，所以不懂礼数，还望殿下不要怪罪她。她不是尚书千金吗？怎么会在乡野长大呢？因为她八字不祥，所以才被父亲送去。原来他从小就被家人抛弃，处境艰难，所以知道我的身份后才会如此谨慎。二小姐，二小姐请留步，小人有话要说。二小姐可知道殿下最近有多忙吗？因为这次灾情有十万多人受灾，贪官因此事中饱私囊的大有人在，殿下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才把这些贪官的罪证找到。可是他知道你在这里，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也要过来找你。可是我想问，你是怎么对待殿下的？不说别的，就说殿下几次救小姐的性命，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殿下呀。你说的意思我知道了，我还要念经，先不送了。你好个无情的女子。其实奴婢也不明白，小姐为何对高阳王如此冷淡。高阳王殿下忧心灾民，不眠不休，在百忙之际却不忘小姐，可见对小姐是真心实意的好。我又何尝不知道她是真心实意对我好？可是有些事情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。有些事我是不懂，但白芷担心高阳王心情不好，还要面对国事，如此劳心劳力下去，身子可承受得住？随我来。白芷嬷嬷，紫嫣帮忙铺纸。是。小姐，
我警告过你，不要缠着高阳王殿下。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是不是？这一巴掌就是给你的教训。想跟我斗，不自量力。小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一巴掌而已。先忙正事。救灾之策，第一，对需要赈济的灾民进行实名造册。小姐，您这写的是什么呀？似乎跟灾情有关，这是您想出来的救灾之策吗？救灾之策，小姐，你想出救灾之策了？小姐真厉害。我也只是随便想的，哪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啊？都是心儿的错，心儿不应该溜出去逼那些富户开仓，心儿不应该将那些富商打得满地找牙，心儿就应该任由他们囤积居奇，心儿就算看到也应该当缩头乌龟。你这是认错的态度吗？真以为祖母不敢罚你？汪祖母怎么忍心惩罚心儿啊？胡说，这些是刘宋一位能人写的关于救灾的书籍，哀家现在限你十日之内将它全部背下来，否则哀家就让人把那口洞堵上。啊，可是宋人写的文章是最深奥难懂的，这相当于要了心儿的命，王祖母可不可以换一个惩罚的方法？不行，哀家就是要你好好长长记性。小姐写出的计策一定会为高阳王殿下分忧的，到时候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可不是因为他，我是为了那些遭受水灾的灾民。我知道，小姐一点儿都不在乎高阳王殿下。小姐，您快写吧，万千流离失所的灾民等着您呢，等您一写完啊，白纸就偷偷的替您给高阳王殿下送过去。不许胡说，明明就是。这法子是刘宋闹水灾的时候实行过的，成效显著，希望能帮到他和无辜的灾民们。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皇上已经下令了开仓救济，已经有足够的救济粮发下来，怎么会不够吃？居然还引发灾民暴动。我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分明是你中饱私囊。白芷，你看这大魏满朝官员怎么样？小姐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，这满朝的官吏正应了一句古话，数我数硕数，无时我数，没几个好官。小姐，您怎么不写了？我得出去走走，我还得好好想想。啊，那小姐我陪你去。那我在这儿收拾东西。小姐，您先消消气。要不是我这次来，我还不知道李未央竟敢瞒着我见高阳王殿下。这个李未央果然不容小觑。进来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说李未央是不是约好高阳王殿下在此见面的？真实情况如何，奴婢真的不清楚。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奴婢只知道高阳王殿下很关心二小姐，而二小姐呢，虽然表面上对高阳王殿下很冷淡，其实背地里也是很关心高阳王殿下的。
他刚刚啊就为高阳王殿下写了救灾之策。救灾之策？就凭那个乡下野丫头也想得出救灾之策？奴婢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。这个呀是刚刚奴婢偷偷抄下的，大小姐请看。这真是李未央所写？千真万确。怎么可能？就凭他？父皇特地下旨，无论何人若能献出救灾良策，定会大大奉赏。李未央就想凭此勾引殿下？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公主没事吧？没事。哦，叫你横！今天本公主非得挫挫你的锐气，让你在本公主面前跪地求饶。哎，那个谁，过来。拜见殿下。免礼吧。李侍卫，你说你之前对本王不敬，本王该如何处置你呢？卑职任凭殿下处置。看来你是打定主意不向本王求饶了。好，哼，有骨气啊，李侍卫。别说本王不给你机会，你今天要是陪本王练剑，本王就既往不咎。真的？啊，你误会了，我可不是让你来练剑，你的位置在那边。我来，是，过去。之前本王见皇兄们射梨觉得很有趣，所以本王也想试试。不过本王的玩法是不是更有新意呢？李侍卫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本王的剑术嘛，可是在众兄弟之中最差的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现在向我求饶还来得及。殿下，殿下还是算了吧，李侍卫看起来是不会屈服的。我就不相信他不怕死。走开。喂喂喂喂，刚才那一剑我要是再偏一点，你可就没命了。你当真不向我求饶？你只要对我说殿下饶命，我就放过你。殿下不是要射箭吗？我等着呢。叫你倔，一箭射死你算了。殿下，殿下不要，让开。在殿下的眼中，侍卫就不是人吗？侍卫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如果殿下玩够了，恕卑职不奉陪了。皇上驾到。拜见父皇。拜见陛下。拜见陛下。免礼。谢陛下。蝶儿，你又淘气了。蝶儿哪有淘气啊，蝶儿正在练习剑法呢。父皇，刚刚这个侍卫他……这个侍卫怎么了？他欺负你啊？他怎么敢欺负儿臣呢？儿臣只是想说，这个侍卫的剑术非常好，
儿臣想让他教儿臣剑术，还望父皇恩准。朕早就想找个人好好的教你骑射了，既然你有这份心，朕就准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微臣李敏德。他是李尚书家的公子。即使李尚书家的，那朕就更放心了。李敏德，在。朕现在就命你好好的教功。你这孩子，李敏德，朕就命你好好的教他骑射，不得有误。是，陛下。小姐，喝茶。小姐，刚刚大小姐走了。她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怎么可能会有心情在这待下去啊？好在这次有惊无险。不过她走也是好事，这样我就可以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想想救灾之策。是。是。母亲妹妹，喜事，天大的喜事。什么事情啊，这么大呼小叫的。满朝文武都不能想到的对策，如今让妹妹想出来了。只要这救灾之策一出，妹妹很快就会名动天下了。救灾之策？长乐，真的是你想出来的？女儿思索良久，终于想到了良方，就急于告诉了哥哥。真是我的好女儿，不枉费我苦心教导。母亲，妹妹这次真是立了大功了。我已将这救灾之策整理写成奏章送了上去，圣上看了龙心大悦，当朝就对父亲大大褒奖了一番，并许诺只要等灾情过去，立刻对长乐封赏。真是太好了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，现在外面有很多文人墨客写诗写文来歌颂妹妹的美貌与才情，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，简直就将妹妹捧上了天。我说妹妹，现在的平城里可就属你的风头最近了。啊，春明，传我的话下去，大小姐身边的下人通通加双份的阅历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女儿长乐是最优秀的，连她的下人也都是与众不同。夫人，太子妃娘娘请大小姐到府中一叙。太子妃肯定是知道了此事。对了，长乐，太子一位悬而未决，即便太子妃有意示好，你也要注意掌握分寸啊。母亲，女儿明白。这救灾之策若能取得良效的话，皇上定会重重有赏的。啊，静儿回来了，回来的正好。长乐献策之事你可听说了？这么大的事儿我当然知道了。没想到长乐姑娘不但琴弹得好，而且对朝政之事还看得如此透彻。长乐担不起殿下如此赞誉，长乐也不懂朝政之事，长乐只是想着可以为殿下分忧。难得长乐姑娘有如此心思。今日父皇在朝堂之上如此盛赞李长乐，本王也是很久没见过父皇如此称赞一个女子了。我看若不是年龄的问题，将李长乐收入后宫也是说不定的。虽然不会将李长乐收入后宫，但皇帝看来父皇已经把她当成儿媳妇人选了。皇帝，若是我能娶到如此讨父皇欢心的李长乐，那么我离父皇的太子之位是不是就不远了？哎呀，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美妙的人儿啊，不光生的是花容月貌，而且蕙质兰心。极品极品的。
皇兄，皇帝很想要祝你心想事成，但我看那李长乐已经对皇长孙芳心暗许了。你是说拓跋浚？他凭什么跟本王正美人啊？江总，小人在。马上备上礼物送去尚书府，告诉他们是本王送给大小姐的。是，切记礼物一定要贵重。是。这个拓跋浚什么都要和本王争，处处和本王作对，真是可恶。东平王、南安王还有太子妃娘娘这次都派人送来了赏赐。长乐，你这次可是给我们李家长脸了。谢父亲谬赞。老夫人，二小姐回来了。哦，Wei-Young回来了，快让她进来，快。Wei-Young给老夫人请安。向父亲母亲请安。嗯，Wei-Young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家里呀出了件大喜事。家里出什么大喜事了？是你大姐想到了救灾之策，受到皇上的嘉奖。救灾之策？Wei-Young想知道救灾之策是怎么样的。说出来你一个乡下丫头听得懂。二姐，这救灾之策可是既巧妙又周详。一是造册赈济，对需要救济的灾民进行实名登记，然后一对一救济，以确保各户都能得到赈济；二则是进行劝分，就是以圣谕的名义令灾区的大户协助官府出资一起赈灾，并设立粥厂；三则建立长平仓，提高未受灾地区的粮食价格，向灾区运送，是不是？二姐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救灾之策根本就是我想出来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就算胡说也要找个像样一点的理由。就凭你这样一个乡下的粗野丫头也能想出救灾之策？老爷，老夫人，救灾之策真的是二小姐想出来的，我和紫嫣亲眼看到二小姐写下来的。你们是她的丫头，当然帮着她说话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在道观，我和檀香说起救灾之策的时候，你们偷偷听到，想据为己有。你们也太卑鄙了吧！你竟然还说我卑鄙！平城第一才女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哼，老爷，Wei-Young一直在乡下长大的。没念过书，也没见过世面，哪里懂得什么救灾之道啊？Wei-Young，你还不向你大姐道歉？父亲，我并非要跟大姐抢功，只不过这个救灾之策现在万万不能立即推行，因为它尚不完善。住口！你是不是看不惯长乐领功受赏啊？就连圣上都对这救灾之策赞不绝口，难道说你比圣上还高明啊？可是。老Wei-Young不要再说了，圣上已经决定实行救灾之策，长乐在平城也是名声大噪，还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的呢？父亲，Wei-Young还未向我道歉呢。老爷，你看看，这Wei-Young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竟然还说我卑鄙！平城第一才女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看不起我了？我没有，是不是？我没有。
算是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看不起我！二姐，长如，二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姐是不是真的抢了你的计策？三小姐，那计策真的是我家小姐想出来的。那既然是二姐想出来的，大姐又怎么会知道呢？肯定是那天二小姐出去的时候，大小姐进来偷看了。一定是这样，怪不得那天在道观，大小姐走得那么快。大姐也太欺负人了。不行，平时倒也罢了，可这次这么大的事儿，姐姐可不能让大姐把功劳全部抢走啊。妹妹，你相信我。我深知大姐的为人，也深知二姐你的为人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二姐你呢？有你这句话，我这辈子都会把你当成是我最好的姐妹。来，长如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李长乐抢了我的功劳，我只是有点担心。担心？担心什么？这个救灾之策表面上看起来确实万无一失，可是我心里面总觉得有些隐隐不妥，这要是真的按照计划这么实施下去，可能会出大问题。问题？那怎么办呀？可惜他们现在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我说的话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救灾之策是我写出来的，我也不会置之不理，让他殃及无辜的百姓们。他真的这么说？是，二小姐是这么说的，她说这救灾之策还不够完善。大哥，你怎么看？我看这定是他的诡计，他怕你独领功劳，所以故布疑阵，好让你心慌意乱，到最后你不得不去求助于他，可到那时得到圣上封赏的人可就是他了。不错，圣上和满朝文武都对这救灾之策赞不绝口，还会有什么问题？哼，我才不会上他的当呢。继续。殿下，别勉强了，你这哪是射箭呀，跟弹棉花似的。依我看，你没有射箭的天分，不如改学别的吧。啊！我要是箭术厉害，还用得着你来教吗？孩儿，我好歹也是皇子吧，你就不能对我尊重一点吗？殿下是皇子，确实如此。可我呢，是皇子的老师。尊师重道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你还知道你是老师啊？有你这么袖手旁观的老师吗？哼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去告诉父皇，让他惩治你。嘿，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家人也会遭殃。你怎么？好，我教。哼，把弓举起来。举啊！手臂伸直，站直了。将眼准心靶心连成一条线。不是这样，来。看到了吗？用力拉弓。怎么了？你很热啊？没有。你还擦香粉？我哪有擦香粉啊？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。什么问题？你的手臂没有力气。想学射箭，必须先得锻炼自己的臂力。像我这样，
干嘛？沾马步啊。我？当然了，难道是我呀？拿着，拿着，转过去，站好了啊。蹲下，手抬起来，站这，伸直，伸直啊。这样好累啊。累啊，站一个时辰。什么？一个时辰？对啊，我不练了。那正好，那你就去跟皇上说一声，革除我教师一职。你是故意的。我当时练剑的时候就是这么练的，如果殿下受不了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谁说我受不了啊？我要是照你的方法，我的剑术还是没有进眼，我一定让父皇惩治你。行，坐呀，手抬高，腿蹲下。啊，手伸直，公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苏欣，我好可怜啊，我今天都会被李敏德给整死了。啊，李敏德，你等着瞧，我是绝对不会向你认输的。娘娘觉得哪只钗更好？啊，我看就这只吧。可奴婢却觉得这只钗更适合娘娘。本宫的眼光你都不信了吗？就像本宫主意的李长乐为俊儿的妻子，她果然不负众望，想出了救灾之策，震惊朝野，连皇上都对她赞不绝口呢。娘娘好眼光，奴婢看啊，这长乐小姐一定能成为高阳王殿下的贤内助。啊，对了，来，带这边。嗯，是。嗯，母妃，这么急召过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快收拾一下吧，待会儿陪母妃去李尚书府。母妃，你去那儿做什么？今天晚上是李长乐的庆功宴会，他为朝廷立了大功，又是帮了你的大忙，你怎能不去呢？那种歌功颂德的事儿，不差我一个吧？你一定得去，你不但要去，还要好好的恭贺他。母妃，尚书家的人都会在吗？那当然了。好，我去。李小姐真是才华横溢，德才兼备。李夫人真是教导有方啊。是啊。长乐的救灾之策在朝廷上受到认可和赞赏，皇上更是赞不绝口，直夸你冰雪聪明。只可惜是个女儿身，若为男子的话，定是国之栋梁。娘娘说得太好了，长乐小姐果然不愧是第一才女啊，和李夫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嗯，就是，都是大美人。这位是谁呀？拜见娘娘。关于这个救灾之策，臣女有不同的见解。你是何人？臣女李未央，是尚书家的庶女，娘娘上次见过。哦，原来是你。庶女到底是庶女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未央，还不退下，娘娘面前岂容你这小小女子胡闹的。春明，赶紧把她拉下去。娘娘，未央发现救灾之策有疏漏之处，一旦真的实行下去，便会带来无穷的后患。胡说八道，如果真的有疏漏之处的话，难道皇上会看不出来吗？文武百官都看不出来吗？我劝你不要在这哗众取宠，以免犯上大不敬之罪。未央并未哗众取宠，只是这件事情涉及甚广，稍有疏忽便会殃及灾民，相信这绝对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。未央，
这救灾之策皇上已经定论，岂能由你在此妄议朝政？我知道妹妹一向不喜欢我这个姐姐，可是妹妹，这是朝廷大事，你不能当做儿戏呀。如果我真的要故意针对姐姐，何苦要提出这个建议？等到救灾之策实行之后，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旦出现，姐姐自然难辞其咎。未央今日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那些饱受辛苦的无辜灾民。女子不得干政，长乐已经是例外了，并不代表着祖宗礼法就可以罔顾，休得再有妄言。娘娘，请听臣女一言。常茹，你在干什么？常茹，你胡说什么？娘娘，请您一定要听我二姐的建议，因为这救灾之策。常茹，这救灾之策本是我二姐先提出来的，所以这里面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二姐最有资格说话。臣女句句实言，请您一定要明察。娘娘，这救灾之策是长乐花了很多心血想出来的，我实在不知道三妹为何如此说。三妹，我知道你对我早有不满，可是你也不能就这样帮着未央冤枉我呀。我没有冤枉你。这长乐，我知道你一心想要为我好，可是不要再说了，你再说下去的话一定会触怒大夫人的。可是二姐。母妃，我倒是想听听二小姐有什么高见。这次的水灾百年罕见，这在我朝还是第一次。关于救灾的策略一直都在商讨和不断的完善当中。皇爷爷之所以广纳谏言，甚至于接受李大小姐的救灾之策，那也是为了能够去帮助那些受灾的百姓。所以儿臣认为，咱们先不管这个计策的出处，如果二小姐有更好的见解，咱们应该给她说话的机会。本王也这么认为。成一种天赋，不自觉能牵你。